尊敬的队友们，大家好！啊，这过去的48小时，我处在极度的兴奋和难过之中。难过的事情是，你看盗国贼们给我的员工和家人，又针对818师长的这个无天理的报复，他们视法律如儿戏，像狗一样，牵着狗一样喂，咬我们的这人民。兴奋的事情，我听到了北戴河他们狗咬狗的这种内战，还有的是我听到了很多内部整个国内的党员干部公检法，大家都很生气很惊讶，文贵的事情成了炸开的锅了。我相信人民该到了举手革命的时候了，和平革命啊，和平革命，我相信他们的末日快到了，大家拭目以待吧。队友们，要砸他们的锅，不要砸我的锅，有本事砸他们的锅去，修他们的锅，要挺过。谢谢亲爱的队友们，谢谢，一切都是刚刚开始，谢谢。